难得一见，排队卖友，可能又加价。呢个城市而家有个新貌，起咗好多新嘅建筑物。即跟呢啲咁嘅楼咧，三层啊呢啲拆咗嚟，最叫改建。呢个系蒙古一个国际性嘅集团，呢就系佢总部，系一个世界性嘅组织，好强大嘅。霍尔科斯大学即跟系有个游泳馆，我哋琴晚咧就系住呢一间霍尔科斯第一间三星级嘅酒店。今朝咧我哋系去银川进发啦。霍尔科斯嘅草原。我哋咧系大概要用行六个钟头嘅车咧，就去呢一个银川嘅。咁呢度咧系成个蒙古里边咧煤矿咧系最多嘅，系占咗全国咧系第二嘅应该。呢度咧最有名嘅系嗰啲稀土啊，即系廿几种金属嘅，系全国咧系90%咧都喺呢个地方嘅，一啲好有用嘅金属。泽文提字嘅，国家俾就四星，不过自己话咧就五星。蒙古咧以前都发现过恐龙嘅，咁所以呢度咧有个恐龙公园。啲船员喺度唔知等乜，成只船都坐满晒人。一路俾人坐上去，然后咧就滑沙滑落，一系就坐呢一个吊车，一系咧就坐骆驼，成廿几人，呢个队形真系好有型喎。就地取材，芦苇草咧
或者嗰啲狗尾草咧，就可以做到咁大個棚啦。就娃娃魚。翻嚟嘅時候咧，係坐呢只兩層船。中國領導人咧，都係食呢啲米嘅，寧夏嘅河南區。冇飛冇飛，即係美麗風景嘅意思，冇聽錯。點零鐘嚟到銀川市，食咗個晚餐啊，咁喺呢間咧就係紅賓館，寧夏太陽神酒店。今晚導遊話呢度嘅夜宵好正，咁所以咧我哋就約咗，到時咧就去行下夜宵啦。寧夏商都地道小食，我哋坐的士終於嚟到啦。咁啊，周圍睇下嘢先。都係燒羊肉串最出名。呢個羊肉湯好大盤。咁我哋個個都坐的士嚟，七個四人錢就到啦。數下數下咧，差唔多全團人就喺翻曬度，冚棒嚟曬。哇！今晚功夫咯，全隊人嚟曬，食咧好多樣羊，有羊蹄啦，呢個咧就係羊肚，呢個就係羊肉，羊腩點呢個汁嘅，咁仲有一串串嗰啲例牌串，哇！個啤酒仲犀利。成樽不鏽鋼，成樽真嘢，係啦，好。我係嚟一個麻辣麵筋，胡差啊，胡差啊，怎麼打的啊？而家會見你病咗。哦，對啦，呢個係羊脖子，個頸啊，食咗咧就硬頸啊。我哋叫個羊頭，等來等去都唔見頭。唉，原來咧剝咗嗰啲面皮，咁就上嚟食。原來呢一碟咧就係羊頭啦。最平嘅五毫子有交易，最貴嘅咧只不過大盤雞，都係收你40元成隻。銀川太陽神酒店住咗一晚，今朝咧係繼續去西夏王陵，下晝咧就翻去富豪集團。人民政府大廈、中央廣場係有八大廣場之中，呢個係最大嘅。呢個地方的房子價格有多高呢？只有4000多塊一平米，1000一平方米。啊，好宏偉啊！呢個電纜。寧夏紀念碑，戰爭嘅。影到啲，咪影到啦，影到啲。哦，蘭山就係呢個人啦。西夏王陵嘅招牌啦，會飛嘅神像，揸領唔知乜乜。西夏王陵。呢、这個文字好特別嘅，西夏文嚟嘅。白高大，呢度啲店鋪咧都係標榜雕章嘅。咁咧就係鼓勵啲人咧係雕啲西夏文。我哋係坐呢一個電動車入去參觀嘅。王陵嘅兩邊咧好似定陵咁啊，有啲咧係誒臃腫啊，有啲動物啊咁樣。因為佢係喺黃河之西，所以叫西夏。細個本身咧就叫做大夏嘅大夏國。進入去西夏博物館啦。當時冇嘅。
出土文物，啲人頭像好大個。你墓道入去亡灵啦，呢个系较为细啲嗰个，仲有一个大啲嘅，呢个系号称中国嘅金字塔西夏王陵。西夏陵嘅入口都要行几远啊？我谂要十。幾分鐘，左邊有一個等，右邊有一個相稱的，然後呢是有很多粒細的，然後呢去到這個中間位就有一個大王陵了，過回來呢有一些小王陵，現在老婆在走進去，這個是右手邊的那個一個，在這邊呢左邊有個祭台，祭台上面呢有幾個呢这个有个城墙在这里围着这个墓，一路城墙原本呢就摆了很多石像生一个个刚才那些石人啊石马啊，原本呢摆了这些位置，不过现在已经收起了入博物馆，我从这个南门那里入去，入到来城里，现在这个呢就是向四周望，就是整个城楼的情况。这个是献殿来的，在当正面的地方，这个位置
呢個舞蹈就嚟呢個陵墓啦。呢個係皇陵，而家望落嚟咧，入嚟呢個位咧，就係啲樓梯級落去墓裏邊噶啦，係陵塔。就是北門了。